顽童有几万，党干起十三的言语，在三军要说起，教主已应许，赐你永远的福，投靠你教主，他必定要保护。倾听教主说，不要惧怕惊慌，因为我是神，我必赐你力量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你站立的主，用我全能手，时常将你扶助。虽然有患难，经过水火试炼，我必赐给你丰富足够恩典。患难与试炼无法将你伤害，你必曾经尽，你永远不朽坏。靠近我的人，灵魂必享安息，在我怀中的我永远不丢弃，仇敌无法侵，灾害也不能临，我必常保护，一直到无穷尽。靠近我的人，灵魂必享安息，在我怀中的我永远不丢弃，仇敌无法侵，灾害也不能临，我必常保护，一直到无穷尽。